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蒙特利尔1976年夏季奥运馆，这个也是最浪费的一个奥运馆。在1976年奥运会开始的时候，顶上还没完成，一共花费了160亿，花了30多年才还清了债务。蒙特利尔夏季奥运会场馆就参观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